是咁嘅，佢已经有成几日冇翻过嚟学校，佢手提同屋企电话都冇人听。我去过佢屋企揾佢，但系有冇人喺度？佢系自己一个人住噶。之前听佢讲，佢嘅父母系住喺外国，不过我唔知点样联络佢哋啊。唔系，冇记错嘅话，应该系洪都拉斯。夜晚望上佢屋企都系黑妈妈，我真系好担心佢，因为我男朋友成日都喺我面前睇你哋 SOS 团噶。佢话 SOS 团喺正佢哋隔离，所以成日都有来往。我嘅男朋友系电脑研究部嘅主席嚟噶。